哈喽，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白龙鞋。白龙鞋这一台 MACH 我们要来把它更换雨刷，因为这一台大概两三年没有换了，至少两年了。然后刷起来是一样白雾白雾，我来看一下，上面叫做白雾白雾。来，看哦，手洗擦亮掉机，这个就是钥匙头有换过哦。门记得关上啊！记得关对，何事啦？怪怪！我靠呀嘞，注意冻底下，你老师嘞，好，我紧啦。啊，就是这样雾雾的哦，这种一抽一抽，你有看哦？哦，一抽一抽，这很难拍出来呢，那叫拍怕了。这个地方看不清呢，靠腰嘞。你看这方啊，这样了。所以讲，这火车来平，我觉得真多人爬一下呢。啊，但是嘛，不叫人爬，咱家己要爬。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拆下来吧。这算失损啊，都要被撞啊，全都要一撞掉家哦。没关系，然后这个它是那个18寸的哦，啊，这个拿出来，瞬间拿出来之后，啊，这个就是白龙雪之前有讲哦，那个 BMW 也有拍过，伊就是同样一支雨刷。它可以用很多头都内嵌在里面，这迄个啥136咧用的，然后这唔知什么车我唔知，啊这日系车嘛是用这個，哦，然后特殊规格迄个啥宾士可能就无多，迄我冇记啦吼，啊这唔知什么物件弯弯的这个部分，它全部都内嵌在这边，哦，伊就倒这个嘛，啊这个可以当沙雕哦，就是变成这样子，你这款是你另外当用啊，会使呢，会使呢。因为我顶之前捌139捌甲斗，迄当阵我唔知这会当贴，迄阵无去遐研究，你知？139是这个呢，我去139这个呢，安尼当我就赚着啊。但是我还没测试吼，不确定哦，吼。啊，但是伊这个其他部分是会使，啊，伊这个装的时候，伊这个方向 RL， 你有刚刚讲，这挡风片是塞车的时候，它要下压的，哦，下压的在这边啊，然后它就是要配合这个头。啊，我讲的嘛，安装这个的部分要很注意哦。这个先首先雕住，哦，放一个东西这样子，让它哦雨刷不会这样啪下去，要不然挡风玻璃有可能会坏掉。啊，你白龙雪在拍片要单手，啊，这我还记是沙落尔，到底是怎啊沙熊煞袂记啊？这是对只边，这边轨，哦，这个两边边轨要往后推。哦，往后推，好，有啊，安尼，安尼刹出来，啊，让你刹出来先，这个瞬间怕会掉下去，这个要很注意哦。好，来，拿出来了，好，一支啦，哦，单手玩雨刷可能跟它摆弄起呢，而且这简单呢，这个把它打开哦，开开，这个勾勾的，我们就是要用到这个，是啊，这个龟呢，哦，开开，然后我们也是要拉起来。啊，这里有保护哦，哈，这样子放进来啊，放进来之后拖平，往后拉，勾住了，哦，勾住之后这个咔咔，我这个把爬过来，开始爬，好，啊，然后这个部分哦装这样子，加我，把坑落，啊，这个，哇，伊安尼，那如果开始佫发生足困难的代志啊哟。这下卡对好了，哎，好、哦、这里，好、哦、进去了对不对？好、哦、进去了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压下去，完工。这一根抽出去，慢慢的给它顶，好。啊，这里看蛮有高料好势哦。好，这个拿掉，哦，拿掉，换好一只啊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啊？然后另外一只一样，哇，主水过来哦。啊，白龙雪拍这吼、哦，一镜到底咧拍寻，较精彩啦。啊，我去看唔免多剪接啦，哦，单手的呢。个白龙雪掌声鼓励鼓励，好 ，OK， 好，一样拉起来。哦，这两个，啊，这每一种白珠咧听无啥讲。哦，你看这个都吹掉了，好，吹掉之后。好，啊，你这么安尼上保险方法是安尼扭，哦，这样拉，
再拿起来，好，拉出来之后，这个看似简单哦，啊，但是咧换时你要非常小心，啊，你若是无十足的把握哦，你就去和迄种保养厂换，是会比较迄个啥保险，好 ，OK， 哦，这是咧预防这个的部分，然后这个它已经装上去了，这个我们要把它拆起来，啊，怎么拆呢？就是这样子。这原底进前倒了唔着平，啊，我们这一次来安装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这个先倒，这个先倒，再落去胶，我是刚应该安尼当用，我们来玩一下哦。这个，我、哦、记得这个挡片是在上面，那那几款，我是刚刚教工应该是安尼当倒，伊掀落来无？啊，这，哦，安尼，应该是啦、啊。伊这就是安尼平平尔无？平平尔，好。我觉得这样啊，对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拉进去，哎呦，袂使呢。咁真，哎，真正袂使呢。啊，所以这样安装方法不可以，这个要先拆掉。瞬间拆下来了。我换就是会使啦，伊这就是咧头先咧搞较暗，一个角度的问题啦，角度问题啦，这个要动啊，系啊。我绝对要硬安尼甲倒去。站成个安尼倒，说安尼倒，因为我是觉得应该是不会那么麻烦的、啊。好，站来哦，我看卖，直接安尼好，装上去，好，装好了，哦，这里是白龙血不服输的精神啊，这个对后山，对上去那边，啊，怎么个坑的？应该是不较困难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往后拉安尼就好啦，有一个角度去骑的尔啦。好 ，OK， 然后老公的龙根，哦，抽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主要你看这卡榫，哦，这个卡榫要进去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这个贴就简单，你就掰起来哦，这个就拉出去了啦。哦，记头先的时阵，你高你去，你较硬，你敢惊惊？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哦，好，然后这个可以先。收起来了，等一下来测试啊。先暂时蛋头插得好，好来哦。最后一次再 double check 一下，好。开始啊，我想奇怪，这雨伞有可能要倒好倒嘞，对不对？尽量这一次把它拍好，那个啥，水球的部分，哦，水的那个球，哦，有啦。有啦，那出来了，你看，我要把那个电话关掉，好、哦，关掉看一下，还是很难拍，但是是干净的啦，哇，竖起来是清洁的啦，这个反光是歹小的，哇，简单讲，这个就是一般的雨刷更换。好，谢谢收看啊！啊，白龙雪咧拍片就是做水性哦，记得订阅白龙雪第二教室啊！这支雨刷我讲真的真正袂歹用啦。好，谢谢。来补个特写，我们头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皮，哦，皮是那个一层前面尖尖的哦，就这个样子哦。这内行能看者，谢谢。